大家好。因为今天就是非常难得能来这边，但是我们其实这个分享会算是我们的第一次经验。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要分享什么东西，而且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之前在比赛的时候报告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皮皮抓，而且现在有一个小时的，那我们可能大概就是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游戏大概是怎样的类型啊，怎么玩。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说明一下我们的制作历程跟我们的就是比赛的一些感想的。好，那我们就直接。好，那这是我们的游戏 Cowan Boy。那好，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啊，我们团队叫 Alone。那我们 Alone 的意思就是，其实是一开始先从一个成语开始，就是单枪匹马的关系。那我们单枪匹马就是想说，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人少少的，那想说做这个，其实我们比较，有点就是在这个竞争比较大的地方，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较渺小，对，他们就觉得是自己是一个单枪匹马的关系，对，所以才取名 Alone。好，那我是负责这个团队里面的企划，然后还有包含就是动画设计，还有一些美术的设计相关的，对，还有一些宣传片的制作是我来制作的。那这位是我们的美术人员，他就专门就是在我们的所有游戏里面的美术制作啊，然后动画也是包含动画制作，那还有宣传片里面的东西，其实也是他来绘制这样。OK， 然后这是我刚刚忘记介绍名字，对不对？那我再重介绍一下。好，抱歉啊。好，我叫陈日强，对，那我是团长。好，那这位叫张正贤，是我们的美术人员。OK， 那这位就是我们团队里面唯一的程式，那真是非常厉害，是全部一个人写，对，他李文勋，对，非常厉害。好，那这位就是我们负责我们游戏里面全部的音效配乐的工作，那他也是其实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一些音乐，所以他是底子还蛮强的，很梦幻。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介绍，我们的宣传影片。This is the earth. That was the earth. A steam engine was invented by humans that brought the world into the mechanical era. Since then, technology has been rapidly advancing.This is the extent of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disaster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In the future, the Earth is going to face the shortage of resources and the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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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I can't even stand with this situation.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The world is waiting for you. Let's go, Bob and Boy.这是我们的宣传影片，它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就是我们游戏就是关于一个地球环保的议题。那其实我们最主要，我们的 idea 的来源就是说，我们就是因为科技的便利带来给我们，就是物质上生活的一些就是便利，那科技带来给我们，然后但是连带的也有一些后遗症，像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也导致了一些是空气污染啊，还有。像是干旱的这种气候的问题，那最后也是导致了一些物种上生存出现问题这样。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发源，我们的发想来源，对，那就是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子产生。那我们故事一样，就是说
在未来的地球，因为过度的发展，那还有不断的排放二氧化碳导致的生态失衡，那还有就是能源的耗尽，对，然后导致的刚刚也提到的干旱啊、沙漠化等等的这种生态的影响，那导致生物的灭亡，那最后因为资源的殆尽，导致就是人类必须自立一个保护区来保护我们自己仅剩的资源，但是这些资源总有一天还是会殆尽，所以在这个保护区里面的人类还是会担心说，在未来如果这些资源没了该怎么办？对，那这时候就是有一个科学家发明了时光机，那他就提出一个意见，就是他搭乘时光机，然后来到2012年的地球，对，然后就是找寻到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男孩，然后并且给他一些科技的东西、科技的道具、产品这样，然后来让他来去解决这时候2012年的一些气候还有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好，那我们游戏里面云，因为我们的游戏的名称就已经跟有云有关了，其实就是我们云在我们的游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云它可以产生闪电，那还有下雨下雪，那它其实还有甚至像风力之类的，对，还有冰雹之类的元素，因为我们觉得这样东西它的元素非常多，只是我觉得用来做一个游戏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对，所以这作为我们的一个游戏的主轴。然后其实我很好奇说，各位如果在想一个，就是如果你们今天想要企划一个游戏的时候，你们会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发想？那我先提，就是我就是觉得我的提供一下我的意见，就是我是自己是从一个从 B 的方面开始往 A 来发想，就是从玩法怎么去玩或是规则之类的，再去发想说我们的角色跟故事应该是怎么去编排。那其实没有任何一面的对或错了，因为主要是说可能跟平台比较有关系，因为我们手机平台主要是说它的玩的人，其实因为毕竟买手机的人他可能不会是为了玩而买手机，那所以他在花在手机上玩的时间其实是主要是为了消耗时间、打发时间这样。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还有它硬体上面的一些资源，它有多元性，像触控还有陀螺仪这类的多元性的，就是它的什么硬体啊，对，就是可以让它比较有一种玩法起来。其实我觉得它的创意比较重要，它的玩法创意会比较重要，对，因为其实故事如果太冗长，因为毕竟它你不是买玩游戏买的是手机，其实你不会花太多时间在它的就是这个游戏里面，所以故事如果太冗长的话，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个对受到爱戴之类的。对，然后对，那像是 A 的部分，其实应该是说像是那种 Xbox 还是主要是那种游戏机台，那当然它的创意在故事上面是当然是还蛮重要的，还有它的精致化这样。对，那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意见了。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我们就是游戏它要怎么去玩它。嗯，那我们请我们程式来操作一下。那你要那是我们游戏的开通画面。这就是我们游戏的主选单的画面，然后我们现在进入游戏，就是它有三个门，它代表是三种不同的类型的关卡，就是一个是基础的。然后这个的话是加速器，就是它主要是要靠一个道具叫做加速器来过关。然后这就是黑洞，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道具。那我们先从基本的关卡开始，先讲。然后我们目前基础的关卡，我们是目前做了7关，对。然后
就是先从第一关，它就是一关一关慢慢下去，然后就是我们刚的故事，就是小男孩，然后被那个未来人找去拯救未来的世界，对，然后不是未来人，对，然后就是拿到云，然后他就出门去拯救世界这样，然后这是我们游戏的目标，就是我们游戏每一关就是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利用石头把工厂的烟囱塞住，阻止它排放二氧化碳这样。然后就是我们玩法就是一开始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道具，然后利用这些道具的组合来过，就是达成我们的目标。然后现在是水可以放在云上，它就会成为就是从白云成为变成黑云，因为有黑云才有足够的水汽可以打雷。然后这是我们的就是另外一道就是引雷针，就是它主要的目标就是打完雷之后那个雷要打到哪里，就是打到引雷针上面，然后就是所以你引雷针要摆在石头的附近，这样才能打到石头，对，然后就把它摆在附近。然后再来就是利用剪刀把云剪成两半，因为主要是因为云打雷需要碰撞，就是电磁碰撞，所以我们就觉得让两块云碰撞在一起，这样才能打雷。因为我来解释一下这段，就是剪云这个动作啦。其实因为我们之前是把游戏比较偏于复杂化，我们是希望说剪云的动作，还有关于你先放水跟后放水会造成一些你先后顺序会影响说你能打几次雷，跟就是这些关键的影响，让你可能这一关明明要打两次雷，就是你的动作的顺序影响到你只能打一次雷这类的。那因为我们其实还要希望说制作像风啊雪啊这类的功能，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做，那我们后来也发现说这部分其实有点太过的复杂，有点冗长，所以其实这点我们后面是会把它删除，就是以直接就是点云之后就可以选择说你要变成黑云然后打雷之类的，所以并不用就是到时候其实不用直接去剪它的，对，这是一个后面会改善，其实很多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对，其实我们本来就要改善这个。然后再来就是利用碰撞云跟云的碰撞产生闪电，然后它会有个力道，然后可以把引雷针附近的石头打，就是移动它。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来打，就是现在就是集气，所以我们 这一关的话不需要集太多，其实我们大概48就可以让石头就是掉到那个烟囱里面。然后就是我们过关画面，对。然后它就是得到这是金钱。然后你刚刚上面看到的黑炭，就是会影响到你的分数的多寡，还有时间也会影响说你分数多的，就是高低啊。对。然后这一关的话，就是第二关，我们主要就是新增了一个阻挡障碍物的道具，叫做阻挡墙。它会随着时间就是上上下下，然后我们要阻止，就是不能让石头被它挡住啊，就是要选就是时间差，对，是要找时机，对。然后我们现在。这样就是被挡住了，对，就是我们就要重来了，对。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抓一个时机，让它就是过关。对，然后这样，就会过关了。没有，对，这样就过关了。然后我们就要下一关。下一关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主要就是石头不会一定会让就是。引雷针不一定可以摆在石头附近，像这样的地形比较就是比较，对，就有地形的限制啊，就是它像比较受限的话，我们就需要利用到两个引雷针，因为引雷针本身可以这个放就是缩长跟就伸长跟缩短，对，所以如果两个的话，它就会产生一个角度，对，像这样的话就是平的角度，然后我们现在就是为了打到这个石头，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往上拉一点，然后。这样就会产生一个角度出来，要靠近打雷那个云的引雷针，就是当作它的起点，对，像这样它就可以打到石头上。可是我们打到石头上的话，力道会比一般的石头还强，所以我们就要轻轻打，它就会过关了。对，这样我们就过关了。对，然后这就是我们就是以后的关卡就是会有很多就是像这样就是不能直接打到的，我们就需要用到角度。然后像这一关的话，就是因为你看这个角度，它直线的话会被地形挡住，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新的道具，就是新的道具就是反射板，它就是可以反射你打雷的角度，所以我们就是像这样
不能直接打到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反射板这样。然后我现在是把一血。哦，反弹板的操作就是，如果你拖移的话，它就是移动它的位置。可是如果你点它一下的话，它其实是可以旋转。旋转的话就是用手就是摆动，它就会旋转。然后哎，然后像这样，它就是可以有个角度可以打到石头。对，然后我们就把它摆过来，这样就好一点。哎，我想过啥呀？为什么？没事，好，啊，对对对，紧张，我有点紧张，对，对，然后这样他就会打，哎，我打你，哈哈哈哈哈哈，对，然后他就是会过，对，就这样就过关了。那刚刚我们那个水汽，他给你的两次机会，所以你可以打了两次。哦，因为我们水汽是打也是靠水汽，然后我们有些关卡以后关卡是。需要打到两次雷才会过关，所以我们就会水汽是可以打两次雷，所以一关可以打两次雷才会失败。然后可是打雷的次数也会关系到你的分数，所以我分数现在就是比较低的。然后对，然后这一关的话就是跟刚刚那一关的加强版，它就是有两个反射板。这关要讲吗？讲。哦，好啊。只是如果你时间就很久没动的话，它会有提示的那个就是出现，让你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像我们这样就可以打两次雷，一次都会到这里，一次到这里。对。然后这一关的话，就是因为它也不能光靠一个反射板的话，也是打不到这个石头，所以这个就是刚刚的加强关卡。对，然后这一关的加强关卡就是它需要摆放到两个反射板，它才能过这一关啊。对，我刚刚就是趁这个时间，我就把它摆设好了。对，然后现在就是它可以打到这个石头了，所以我们就轻轻打，它就会过了。对。然后由于我们刚刚时间等很久，所以他分数就非常低。对，然后我们就，然后对，然后会累的应该是因为电脑很久没有关机的原因啊。所以不是因为我们用手机玩的时候是很顺，对。然后就这一关的话，就是它多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障碍物，它就是锯齿，它就是会把石头给刺破。如果你石头经过的时候它刚好升起的话，就是石头会直接破掉。然后破掉的话就会失败。对，然后对这个就是稍微大力一点，然后就会刚好就过关。对，然后如果石头被它刺破就会破掉，不过因为就是这个，对，然后就这关就结束。然后下一关是它的加强版，就是这也是我们基础关目前的就是最后一关目前的。对，然后它就是难度会比刚刚那关更高，它因为它有三个，而且它时间不一样，所以你石头就是不能，就是要抓准时机，不然就很容易爆。对，对，像这样就是直接被它刺爆了。对，对，然后如果就是玩家会觉得这关太难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有个道具可以买，对对，因为那时间可以比较抓的，然后我们就是它的道具，我目前就是有做一个，就是这就是一个箱子嘛，就是如果你石头撞到这个箱子的话，它会有三秒的时间，就是那段时间内，就是所有的障碍物它就是不会发生作用，它就是会升起来就会降下去，然后它就不会升起，它三秒钟可以用，然后我们就先买一个好了。然后我们在我们游戏里面的道具用法，我们是希望说，不是单纯只是按下去可以用，所以我们是希望用比较，还是一样必须考验一下你的就是智慧啊，那个技巧方面，所以还是要考验一下你们。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要运用这个道具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一样必须要把它放在我们的场景里面，我们就要放下去，可以放下面。对，就要这样放。然后如果，其实主要我们做这个原因是，如果我们之后可能会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长的一个锯齿，那假如说你可能先吃了会，因为它有个三秒的时间让你延迟，那如果你太早吃，可能就延迟时间一结束，全部刺就会起来，那这时候你可能就忙着吃，不过就是考验你说你必须要放在
前面还后面，然后会造成一个时间延迟的问题，也是就是考验一下那个玩家的，就是的智慧之类的。对，所以说我们的大部分可能之后道具都是类似这样的方式去用。像这样全部刺都下去了，就过完了。过完之后他还是会生气。对，因为他有三秒时间。好，对，然后这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的第一大关就做第七关，所以他结束的话会有一个就是结束算是画面，就是回馈观众。对，然后他就说你做得很好，然后你要继续挑战的。然后这是我们第二个关卡，它是我目前先做一关就是测试，对，然后。它主要就是它的新道具，就是它有个，不是，它有个新道具就是加速器，因为我刚刚说的它就是加速器的一整个门都是利用加速器的，就是道具，然后来达到过关的方法。但是它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道具，就是会用到，所以不会只单纯的对。然后这就是摆放位置，它摆放的位置也是有关系到它的就是加速的状态，就是如果你摆在太前面的话。它就是会飞比较少一点，然后你放在后面的话，可能就是过头，或是因为它是就是它会加速一定的量，所以你要摆到适当的位置，它才能过关。对，然后就是先试一下看它的功能。然后对加速器的话，就是石头碰到它就会飞，就是加速飞过。一般的情况下，它飞不过去那个门。对，然后这是我们解锁第三个门。对，然后对，没错，对，然后这一关就这个大关就结束了。好，没关系，那我们先先介绍第三个门。第三个门就是黑白洞，它主要的就是功能就是看一下，它就是可以让石头从黑洞进去，然后从白洞出来。可是它还是保有它的物理的性质，所以你不能直接摆在它上面让它掉下来，除非它就是完全没动力，不然它就会往原本的那个移动方向前进。对，所以就是也不是完全的一下就可以过关，就是也需要你的技巧，就是你对，然后就是因为你摆在上面的话，它就是。距离太长，它会两个黑洞不能相连，因为它没有距离的限制，一定要到这条中间这条线出来的时候，它才能发生作用。然后我们也不能说完全的放在上面，就是因为它保有它的物理，所以它会飞出去。那我们现在就是用一个应该会过，对，然后我先试试，对，然后用打人之类，它就。对，就很准，对，因为我已经玩过很多次了。对，然后这是我们就是目前的九关，然后我现在介绍就是我们刚刚商店的前面还有个道具，它会随着你第三关解锁而解锁，或者就是你用花钱去买它解锁。然后我们现在如果买了这个道具，它有什么好处？就是它这个道具不只在第三个门可以使用，就是不只在第三个关可以用，你要在你所有的任何关卡它都可以使用。例如随便一关，然后它就是可以一样可以把它拿出来用，就是它一样是，对，你要不要用你？我刚刚是买的。对，就是我们其实主要做这种方式，是害怕大家玩起来会有些关卡上如果有困难，还是。趁机可以赚一下钱嘛？对啊，只是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用一些创意的玩法。那我先示范一下我自己去研究的一个玩法来试试看。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游戏的理念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比较创意的方式去来解决一下这些难题。好浪费啊！我帮你怎么用？你帮你怎么用？计算一下吗？计算。然后。对，好，我来试试看，我看这个位置，好，再马上试试看，看会不会有什么。
特别的影响。可大家会以为是宕机。啊！他到底是飞，他好像飞错地方了。没关系，我有预备好一下我们的，就是成功的影片。其实我平常是成功的啦。对，就是这次比较有点意外。对，太久没有用了。好，我来找一下。我有把它扣下来。来，我找一下。好，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示范了两关，大家看一下。那一个是对于这个一个有就是会上下的阻挡墙，它我们怎么去让它吃到三颗，并且完全不让它过关。好，大家就这样。然后这一个这是我刚刚的玩法，那其实刚刚是飞错地方了。其实我平常是成功的，就是像这样，就把那个石头就是打到洞里面。对，它一样会刚像刚刚那样，然后就最后会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就会过关。对，然后这就是我们就是希望玩家就是可以利用道具，然后做一个比较有创意的过关方式。对，然后可以泼上网墙，然后对，然后大概这样，对，然后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要不对，然后就是。好，没了。然后就现在要讲一下我们游戏的概念。好，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完我们怎么玩我们的游戏。好，那我们设计理念其实这是我们之前其实为了比赛而打的啦。那其实对，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并不是说我非常喜欢的一种理念啦，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较笼统一点。对，不过我还是讲一下，就是我们是希望借一个游戏来传达节能减碳的概念。对，就是要节能减碳，解救地球。对，然后我们设计重点其实最重要是这里，我们希望说玩家可以运用一下你们的创意的思维，然后来训练大家去怎么用多元化的方向去解决问题，同时就是同等是在解决我们每一个游戏关卡里面的难度。对，所以希望用大家用创意方式，但我因为我不喜欢是一定要以分数的高低为我们的就是一个对排名的界点这样。好，那我们讲一下我们未来计划。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没有做出来，像是我们的下雨，还有我们的风力。那我们之后还是会有像是我们利用一个新的道具，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让它制出让。水滴经过它之后可以制出我们的冰。对，像这种关卡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凹槽里面先让我们把用水把它填满，那填满之后因为石头过去还是会沉下去，那我们就经过冰的作用让它结块之后变硬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让石头可以这样通过去。那是我们未来希望的就是玩法。对，那还有一些就像风力怎么去吹石头的一些小 paper 之类的。然后我们还有希望说在道具里面，就是我们可以希望可以增加一些个人化的商品，让大家可以多元性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装扮自己的东西。对，对，其实不是要为了赚钱啊，刚刚开玩笑的，然后就是希望只是为了可以让大家自己发挥一下创意，来装扮一下自己，独特，对，让它有一个个人化独特性这样。然后这部分我们一直希望准备去制作，这个是我们说云端创意的玩法排行榜。那我们就刚刚一直提到的什么创意怎么去玩它。那我们希望说用一个云端的排行，然后我们把你玩的过程，你可以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把这段过程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不一定是录影，那我们可能是想说可能利用一些。指令的方式把你在游戏里面的指令都记录下来，对，很类似录影啦，但不是录影的那个影片是有档案大小，所以那个是有点问题，所以就希望说把这如果录制下来之后，我们就把它放到，你可以上传到我们的那个云端创意的排行榜，那我们就可以让大家来去票选说你这个玩法是不是具有创意，然后大家可以去类似像按赞之类的去做一个排行。那我们因为其实就强调说并没有很喜欢说那种比较偏向分数的那类，
因为我希望让大家比较创意一点，对，不用那么在意那个分数。当然，大家可能会在意是那个那三只黑炭怎么消灭，那是对，那也是一个重点。好，那我就先讲一下说，我先讲一下，就是我在企划工作的遇到一些，对，我们工作内容还有一些困难啦。那其实因为我除了企划以外，我是包含了做整合的工作。那除了其实包含了美术的设计，其实我也必须去参与。那还有程式，其实有一些部分我也必须去，像是引雷针要怎么去侦测，怎么去放进那部分，我也必须要跟程式去讨论说到底应该怎么做，因为毕竟那些东西是就是没有用过的东西，也没想说要怎么做，所以也是必须去想。那音乐的话，我也是因为一个游戏毕竟它会有一个风格，那风格其实从美术到音乐其实应该都会有一个统一的风格，那所以我会必须去统一这一点。所以我每一部分其实都必须要去做，还有我一部分是做宣传片的那个动画部分也是我做。然后我再讲一下我遇到的困境，因为我之前其实在做这个比赛这个游戏啊，其实从 Imagine Cup 的比赛开始，对，然后就那时候我遇到了，因为我自己去在。大概花了快一年时间，其实在做一个动画的比赛，那已经是入围，然后也就是在算入围到全国前八名，然后结果又遇到这个游戏，然后导致说最后我必须取决，因为它的时间点居然在差不多时间，那我必须取决说我到底应该做哪一边。那因为这个团队的关系，因为动画毕竟是其实是我一个人在努力，那所以就决定放弃我的动画，然后来投入我的就是刚开始起步的游戏。对啊，不过一投入之后就会发现，哎，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团队时间跟个人的时间要怎么去掌握？因为每一位团员他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像是课业，还是说他有其余他个人的因素的那些时间，那我们要怎么去配合？那就会变成其实还算没有大家都一样，就是会有一些困难，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东西还蛮有部分还蛮辛苦，就是每次都会延迟到比赛的前一天或是前一个礼拜，几乎每天不睡，然后就是睡在学校或者是每天熬夜一直做，大家一起做这样。那我们给美术讲一下他的工作。大家好，我是这个游戏的就是美术，然后我们的美术风格就是属于俏皮然后可爱的那种风格，然后还有那种外面的界面就是属于像就是想要有那种壁纸的感觉，就像房间然后壁纸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困难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用一些动画来带给那个玩家那种视觉的回馈，因为 2D 游戏，然后就是因为美术 SNA 的那个动画是要一格一格的，就是每个美术图片都要就是一格一格的。就是要把每一个动作都是弄成一张图片，就是我们要将就是动画所有就可以看得到要一排，然后每个动画就要一个一个，然后存成一张图片，然后再排版这样子，才能给那个程式去切割啊，然后去计算它的那个空间大小的，所以有点。就是每一个动画都要花非常久的时间。哦，好，那就是我就是程式的部分，因为由于我是第一次做就是比较大的程式，因为我之前都是上课的时候可能做作业比较小，都很小，然后突然就是他们找我，然后我就要做一个比较大的，然后一开始我就是没用过所有的物理引擎，然后我第一次使用，然后我还。就是问学长，就我学长说他也不太会用，然后那时候我们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
然后我们学长就跟我说，就是他觉得我做不出来，然后我就当下听了，我就觉得哦，那我就回家认真好，我就想说我家做给他看，就是把他做出来，至少就是可以玩这样。对，被他激励到了，我就回家就认真研究，然后对，本身英文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是看原文就比较吃力，然后可是最后还是慢慢就是有试出来，就是用试的，因为很多功能都看不太懂。对。一开始就是，而且还遇到那个单位转换的问题，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什么单位，然后我就是用原本的，就是没有转换过的，然后它就是石头看起来就移动的非常缓慢，然后没有物理的感觉，然后会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就是，对，就是有去爬文啊，然后就是有问别人，然后人家说就是可能是单位的问题，然后才变成比较正常的物理，对，然后我之前都没写过，所以就比较困难，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是。我做了，就是我后来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在找网络上有没有什么，因为我们每一关都是做要很久，然后我们想说有没有地形编辑器可以用，结果后来就是找不太到，然后我们就参加那个 Image Cup， 然后就是有一组就是人跟我们说，就是他们自己做一个地形，对，康城 team 就是他们自己做一个地形编辑器，然后他们就建议我们说我们也自己做一个，然后所以我就自己用 SNA 也做了一个就是地形编辑器，就是可以就是做我们的关卡。可是我有点久没用，其实我也对，就他就是可以就是放石头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可以放工厂，然后放在哪里之类，然后他就是我们地形的编辑器，然后也可以存档，然后存完之后就可以直接拿到游戏里面，然后去使用，然后就是我们关卡就是后来关卡都是这样设计的、啊，对，然后就是因为世界的物理啊，所以会撞到他，对，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让我学到很多，因为我之前从来没自己写过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就是可以这样做，对。然后对，就是我的工作，对。然后。Fast Year 是 Open Source 吗？嗯，什么？然后那个软体套件是 Open Source 吗？是。对，就是免费用的，就是学生可以就是直接下来用，就是 SNA 微软的，然后就是学生可以直接用，就是对，然后用手机就是 Windows Phone 的游戏，对，然后这个也是用 3A 做的，只、就是它是电脑的，对，然后大概这样，然后再来就是音乐部分。那大家好，我是那个音效音乐部分的，就是音效部分的话，可能就是要自己去网上找一些免费的资源，然后可能就算抓下来那些音效，也不一定就是合你的风格之类的，所以你可能也要用一些软体，就是去把它调它的 pitch 之类的，所以是或者是合成，然后才会比较好。那像音乐还有那个配乐的地方，配乐不是说就是你想怎样配就配，对对对，就比如说因为有一个就是像我们这个游戏的风格嘛，它是以可爱然后轻快这种可爱风格为主，所以我那个旋律都会就是用一些轻快的节奏，像是等一下，像是我们的游戏的主那个选单的音乐。所以我是想说一个轻快的话，那先给他制作，我的制作过程是给他先一个轻快的节奏开始，就听起来好像很轻松活泼，好像无负担的感觉。然后其实主要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很崇拜一个游戏叫做 Cantaloupe， 就是那个切绳子那个游戏，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们还蛮，就是他真的很喜欢的，因为我们觉得他很成功，因为他从美术、音乐，然后到整个游戏的知识玩法，就是非常的有趣，非常的成功。然后，所以我们一直是以他为目标。那因为他从音乐上面的特色，就是已经有一个，他有一个记忆点，他让人家觉得一听到，就知道是这个游戏。对，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游戏也希望可以有一个这样的音乐，然后让他有一个记忆点，让大家一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就是。
Common Boy， 对，就是可能听到会想到这个东西。对。那如果你想要让音乐就是听起来很轻快、有摇摆的感觉的话，就是你可以加一些三连音的，些三连音，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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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摇摆的感觉，对，哦，我不要唱。啊，你可以加一些重音，钢琴加一些重音，或者加一些弦乐。我们听听看，就是整首的曲子。好，我刚才听过很多次啊。然后这是我们那个游戏画面的音乐，前奏跟 Cut Roll 非常像，有啊，有啊，就听起来就是，啊，这部分一样，前面三秒钟，然后这部分就是我们游戏里面的画面的，主要你在玩的时候的音乐。那其实有时候有些人会问说。为什么要做的那么单调还是什么？因为我们就强调一个，就是因为毕竟是一个益智游戏嘛，那大家可能会花时间在玩这个时候，我希望说这个音乐不要让人家听得太腻，那还要让人家平静的去轻松的去玩这个游戏。那因为不过你做了一个很吵的音乐，然后又被人家关掉，所以我觉得大概就不要做了。所以对，我觉得是希望说这一点算是我们的一个，算是我们对。算是什么一个品质的要求，还是对，反正希望说这部分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平均去玩，对，那不用是做得太吵还是什么的，就来做比较平静一点。那像其实它有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因为在音乐里面它一直循环播放，所以你看我的后面处理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就是播放器的问题，所以有点累格的感觉。就是可以一直录。对，它是一个 loop， 所以你的音乐一定要做成是一个 loop， 不然会听起来很断点。放在城市里面的话就听不出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商店音乐。然后就是我的加入很多很多音效，所以会让玩家就是在进入商店的时候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好像我来到商店的感觉。然后就是有一些很多道具，然后他好像正在做之类的，对，然后你就很想要去挑，哪个，就是很多道具啊，就是两个、啊、其实我们只有两个而已，没有啊，还没做，对对，然后就想要就轻松，然后去挑，对，未来感的感觉，我不太讲的，等一下这样听起来是一个部分。好，刚刚就是音乐的部分，好像爬回来。好，那我们就是现在先我们讲那个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啊，制作过程的一些。反正就是过程，然后还有一些经验这样。那一开始就是像我刚刚有讲过，我们的游戏其实最早是从 ImageCup 出来，那因为那时候它有一个主题，就是以科技来解决最艰难的问题。那其实我们游戏里面就是提到说，我们把科技就当作是一个，我们就是把科技，就是像是我们的未来的那些科技，当作是它所谓的用科技来解决。然后艰难的问题，其实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是。我们目前其实应该最关注的环保的议题，对，我们是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我们的主题。然后我们的游戏就是有入围到前100名，全世界100名，然后在台湾是，不是15，8000名，对，那不过其实，在最后的，因为他最后只取游戏，他只取了5名还是10名，才能前往，
有，就是大概十组还五组才能前往，就是雪梨。没有人去。对，没有。最后没刀子。对，我说完全，就是完全没有人去。对。对。然后，然后这是我们当时去那边的，我们去那边的照片，对。对，那时候我们是一直在等，因为其实我们其实没有得名啊，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等那个海报，我们要把那海报拿走。我说既然没得奖，我就把那海报拿走。对，然后这是我们那时候刚到那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其实运气是还蛮差的。那时候我们连，像我是报告，然后我连稿都还没背好。那我们在当场他们在准备抽签的时候，我还在看我报告应该怎么写，怎么打，不怎么讲，然后。旁边的就是林文轩，他写程式，他还在修程式。对，好，那时候还在修程式，然后就我们就非常的紧急，结果突然我们就被抽到第二组。对，那就是再过个十分钟吧，我们好像就要去准备了。对，然后我们就非常的紧张，非常危急，而这时候突然出现了。物理出现问题，那游戏就是好像不太能玩了，对。那时候有一关怪怪的，对，有一关不能玩，然后那时候就非常的恐慌，然后像我就在旁边不停的找那个东西，然后他也是不停的在修改程式，然后这时候最闲就是我们的音乐的，他在旁边拍照，还给我拍到手画，好像也很紧张的样子，对，然后对，这是我们在里面 cover 的比赛的，啊，因为我们都熬夜做的。哦，对，就是其实我们都是在熬夜，两个礼拜，对，那时候两个礼拜熬夜做，所以真的是还蛮赶的。所以你们到 Imagine Cup 的进度只有两个礼拜而已，对，算是，对，真的非常赶。OK， 好，没有，两个礼拜只有前面三关而已，对，就是三关，就是前面三关，没有久，没有那么多关，对。然后就是我们后来失败后，我们就。还是就是想说继续做吧，继续比，然后而且经过学校的一些，就是算是机会，然后我们就到了东京电玩展去展览，对，当东京电玩展，2016年东京电玩展，然后我们的摊位，我们摊位还蛮多人的，不过原因是因为。修哥，先修哥，然后不是来玩游戏的，对，然后开玩笑，其实还是有啦，只是人比较少一点点，对，那大部分还是在看修哥，好吧，那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对，然后也其实，在那边也得到不少公司的给我们一些意见，对，可是都听不懂日本，对，有些听不懂，对，不有啦，是有一些台湾人有来，然后有些大陆人其实有来，就是得到一些算是。不错的鼓励，还有一些对改那怎么改善这个游戏，虽然收获还蛮多的。对，然后接下来我们一回来台湾之后，就接到这个消息，就是我们那时候因为在暑假期间我们报名的那个 GDC， 那 GDC China， 然后就一回来就得到通知入围，然后那时候非常开心，而且是其实同时也入围了4C的游戏行动游戏组也是入围。对，然后接下来又投了一个比赛，然后也是入围是大陆的一个，它算是联合大学办的一个手机，算是游戏吧，是手机吗？手机游戏的比赛，然后就你们讲一下，因为是你们去的。就是对，然后我们就到这、就是北京，我们就到北京去参加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它就是天翼华为就是一个手机，就是大陆的手机的厂牌吧，应该是吧。对，然后我们就办这个比赛，然后我们就到北京联合大学，然后去参加，然后两天一夜。然后这是我们在报告的时候就是用的东西，就是电脑跟 PowerPoint， 然后前面是展示用的手，就是电脑。对，然后我们就是我跟孟翰两个人去而已。对，然后就当时是我报告，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有点慌张，因为他们电脑实在太烂了。你要放个 PPT， 然后还要赌个五分钟之类，然后最后赌到十分钟，然后我们终于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PowerPoint 弄好，然后就他在飞的时候，我们刚刚飞得很顺，对不对？他那个是飞过去，然后顿一下，然后就停住了。
然后是，然后那边又说什么不能用自己的设备，然后说已经耽误十分钟，然后我们说我们有带电脑，我说好了，你们用你们电脑，然后之后我们就用一样，就是我们这台电脑，对吧？然后就成功的展示了，对，不然真的不行，对吧？然后之后就是也很蛮幸运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得到一等奖这样子，左右的都不是台湾人，都是台湾人吧？对，就是台湾人一起领奖。就是他领奖有上，对，两个都是应用，然后我们是游戏，对，两个是一个是一等，一个是二等奖，然后我们游戏是一等奖，对，他们是应用程式，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连接着我们也去，因为我们入围了4C 的数位内容竞赛，然后我们也，这一次也是，所以我们有一个，我们后来其实有对我们的队名有一个小小的。绰号叫做 delay， 因为我们每次在制作上几乎都是在最后那几天或最后一个礼拜，然后不停的熬夜把它搞出来，然后像这一次的4C比赛 ，image cover 就是，那时候其实非常惊险，那时候因为再次算第三回合的，就是最后能决定要去雪梨的那一回合，那我们交作品的时候。我们因为他要制作宣传片，要一个还两个嘛，一个宣传片，然后还有游戏也要制作，因为我要等游戏他做完，我才录影片，然后再去做剪接，然后制作我们刚刚的那一篇，就是有个地球会飞来飞去的那个影片。然后在做的时候呢，早上的8点必须要完成上传，那我大概在4点还在做影片，然后做就做一做，因为是用学校电脑就当掉了。当掉我就一气之下，只好赶快跑回家，全部重新开始做宿舍，对，跑回宿舍开始做，然后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居然上传时间在7:59上传，对，我们还担心说是不是有上了上去，还好有上了上去，就59都上传上去，我觉得真的有点惊险，对，真的后面也一堆就是类似这种 delay 的情况，就是我们就4C 教我们牺牲过来。哦，对，4C 的话，我们当时因为其实我们是寄件光碟去，那但是我们来不及，我们就打电话过去说，那我们可以直接去骑车过去就交给他，然后结果我们骑到那边的时间就是刚好整点到，因为他说6点要到，那我们就6点就到，骑了一个小时就交一分钟出来，对，然后这就这样子交上去了，所以我们这次取名我们自己叫做 delay， 对。那其实这主要其实，对，时间控管上面是有点问题。不过其实我们最主要其实因为我们游戏其实完整性比较低一点，因为我们的未来计划还非常的多。那其实我一直希望说能继续做到最好最好，然后让呈现给评审看的是最完整最好，所以我们就一直做，所以才会。后面都会比较 delay 一点，因为毕竟就是想说，再多做一点，可能就比较有机会，对，所以才会这种情况。然后这次就是我们去4C 的，因为那时候对做的东西就还要做一些海报啊，还有一些周边商品，因为它毕竟4C 它是关于商品行销还有创意，还有什么？对，反正4C 是有四项的，对频段。哦，那个娃娃，大家有看到那个娃娃吗？在电脑旁边，那个是我们凌晨1点开始缝的。对，对，那时候，抓早对，然后那时候的 PPT 就是我们刚看到飞来飞去的，也是1点开始做，然后做到早上，做完，因为当天我们要取报告，对，早上才做完。重点是对，所以我们是非常的惊险，然后。对，然后都没睡，然后可能有点惊慌失措。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报告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是我报告了，并没有报告的非常好，就是有蛮多的地方都没有讲很清楚。然后第二次还睡着。对，然后第二次就刚睡醒，对，刚睡醒就整个就是头脑空空，对，空空的，然后对，可以直接看到我，就是眼睛已经快眯了，对，这个右边鼠块跌了，我眼睛快眯起来了，对，真的非常累。然后结果最后我们等了几个礼拜时间，终于对，就是颁奖了，好不容易我们就是得到了银奖，对我们觉得还蛮幸运的，想说我们报告的那么差了，
对，然后就是对有得奖，然后就是还蛮开心的，非常开心。然后接连的四 C 完，我们就是过了多久？一个礼拜，我们必须两天，两天哦，过了两天，我们就赶着去大陆，对，然后去大陆去，就是其实因为这部分并没有要评比，因为其实他们已经大概评比好，只是说去那边可能要去展示作品跟交流，还有颁奖的，所以我们去那边，就是展示。然后就是后来第二天很开心得奖，真是，对，真是开心不知道该怎么讲，对，真是非常开心。然后，在那边我们认识了是很多，就是，哦，这是我们的奖，那奖金，那奖金不多啦，因为他的，对，他的比赛金奖金不是很多，不过我们觉得很值得。然后我们在那边认识了其他组织得奖的，那刚好得奖的都是，除了台湾人。除了我们台湾，就是还有中国大陆那，刚好对，就两组中国大陆，然后一组我们台湾，然后反而是我们一直看好的新加坡三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们的影片有作品，其实他们非常厉害，那就不行，就对落选，对并没有被青睐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刚好，刚好我们刚刚可以应该可以看到，在这里，上一页上。这里就是，其实我们刚好三组，刚好是我们三个，就是中国、台湾是一起，我们刚好一起在一个摊，就是这一区块。那刚好他们是在另外一边，然后所以我们刚刚好就是这三组感情还蛮好的，对。然后我们会互相讨论说游戏怎么样啊，就是对，或者互相讨论，然后我们感情就是还真的还蛮好。然后很意外说最后得奖刚好是就是我们这三组，对，那时候非常开心。对，然后这是我们的左边的，就是在四川的美院，他们是美术非常厉害的一组，对，他们得了跟我们同样得了是优秀学生作品奖，对，然后这位就是在得了那个最佳游戏的中国组的，他是其实这个人是台湾人，对他对他是突然意外跟我们讲话，我才吓到他是台湾人，对，然后。男的，对，他是 rocker， 所以他头发比较长，音乐做音乐，他是做音乐的，对他，不过他很厉害，他其实他是在意大利留学，然后他是学的是建筑，然后居然在这个游戏里面做的是担任音乐，对我们觉得哇，这是非常的多才多艺，对，非常的厉害，然后跟他也聊了非常多，就是发现他们真的非常厉害，但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不过他们这个台湾他们那一组叫做 Fish， 他们的游戏就是，不过他们没有影片啊，我可能只是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他们玩法。他们的对 Fish 就是他们的主题嘛，他们游戏就是一只鱼，然后他可以在他算 PC 游戏嘛，然后他可以运用你就是滑鼠点来点去可以移动这只鱼，然后它里面的关卡中你会看到很多这种粒子，那它就是其实是一个暗流，那它会影响你鱼的一个前进的动力，对。然后它玩法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有个亮亮的，它就是如果鱼你按下一个右键，它会爆出一个类似气体的东西，它有一个范围，它如果碰到这个圆圆的亮点，它就会让鱼有一个动力，它可以游比较快。但是它有一个短时间的，它时间大概在5秒、10秒左右吧。对，那它玩法就是说，必须把那石头推到一个某个暗流，你完全游不过去的地方，你推到旁边，因为它有一个时间限制，所以你必须推到那个暗流旁边之后，再按一次你的右键爆气之后，然后你的游的力量变大，再赶快把它游过去，因为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对，它玩法大概是这样吧。然后，就他们其实游戏其实完整性还算，并没有很高，因为他们只有做了一关，不过。他们得奖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游戏其实风格非常的特别，他们其实有点偏向一种水墨画的感觉，然后他们的背景音乐是用古筝，对，是那个建筑学建筑的做的，那古筝是非常有中国的味道，那就是非常的古典，非常好听，而且有一种算是庄严的感觉嘛，对。反正对，是不是蛮特别的？然后我也问过他说，其实他们游戏是希望做出一种，他不是希望说做出那大家游戏都是那种，很像，就是
他是想做出类似一部，他是跟我说像一部电影，对，他想做出一种类似艺术作品，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东西。对，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新加坡的那个，新加坡的吗？好，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优秀作品的四川美院的。他的游戏叫魔豆校园，那他其实以一个魔豆作为一个主角，那他是一个横向卷轴的游戏，他里面很注重就是他的艺术风，艺术非常，对，他是美院，所以他们的美术非常的精致，而且很多部分都关于中国有关，而且尤其是他们学校里面的景，很多都是，他里面很多景都是跟他们学校有关，还有很多大陆的景点。也是非常画非常精致，对。然后玩法其实就是就是一般的卷轴游戏，然后一些组合按键，然后可以攻击啊、跳跃等之类的。然后这有什么创意？创意其实我是觉得零，就是可能美术部分比较抢眼一点。对，但创意可能是稍微可能是比较超的太凶了，对，就是可能比较偏向卷轴游戏，对，就是那个超的太凶。然后游戏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大概他们做了几关，大概五关的样子。那不过因为他们其实本身不是学，因为他们是美术学院，不是学程式的，所以他们制作的方式是用，好像是用 Game Maker， 就是。完全不用，好像是完全不用打程式的，他是这样跟我们讲。修改一下。对，他是，哦，他好像是说他有做一些修改，那只是并不是完全去打程式，对，所以来制作这个游戏。然后如果要看那个新加坡，怎么这我想要找一下。都在网站上，对不对？对，不过他更新之后被删掉了，我可能要找一下。看一下他们的游戏，他们大部分都是 3D 的，那有一个 2D， 这还蛮厉害的。哦，这个游戏它好像是就是有点像创世神，嗯，对，它就是必须把一些砖块收集起来，然后再走到别的地方把它放下去，你就可以加你的高度，然后就上去，然后到一些能去的地方。现在看清楚，这些玩法是大同小异。那它好看的部分是说，它可以运用一个重力物理的转换，对，转换物理的一个东西，一个功能，对，转换重力。等一下应该可以看到，它有转换重力的功能，不过是算是大同小异，上下颠倒的。对对，还有这种玩法，像这里就是这里。不过他就是去推他，他是直接推他这样，啊，一样收集方块。不是收集方块，是一样方块，是收集方块，然后再一边开的。其实我觉得他目标是什么？就是到达一个指定的地点，丢上去吗？他就是到达一个他的终点，捷克魔豆的终点吗？捷克魔豆，捷克的终点。哦，就是对，它是一个终点啦，就是、遇到那个终点，有个对，它有一个棋子，就是算它的终点的，它碰到刺就会死掉，是它的这个游戏玩法。然后游戏就是这样大同小异，然后我们看一下，其实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那个像入口，哦，他删掉了，那个好像看不到，那网站，那网站是官方，他们学校官方，可能要找一些要找一下。哦，真的是一个点火的游戏。因为我没有玩，所以有所以有所以
我讲。那还没开始。先讲。你讲他就是一个走到。走到。就是他先把鼠标去碰一个地方，然后有火之后，然后去点燃那些火把，点燃那些火把，然后把那些火把点燃之后，然后就会打开，然后又可以继续前进，然后就是像这样的游戏。刚刚有火把，什么火把？哎呦，火把扑过来，这个火把，这个火把要烧东西。就是他就是对拿火然后去烧，对，然后点燃之后那门就开了，然后就可以继续往前了。你看这样点燃，哦，其实就是一个抓时机的游戏啦。开路。对对对，对，你看，哦，点燃之后然后就过去了，就是开路。然后就是如果时间范那个圆圈范围不能缩小，对不对？是固定距离。对，是固定的。然后你要抓准时机啊，你可能点过去，可能大概十秒就熄了，所以你还在重点，就像这样的游戏，对吧？对啊，游戏的，可就是点火。然后我们在制作 GDC 的进度的时候，其实我们中间其实有一段突然，突然被一个职业组游戏给陷进去了。对，他们跟我们去查了他们的东西之后，发现好好玩哦，然后我们就一直玩，对，就还忘记要制作我们 GDC 的东西。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款游戏，我真的觉得是非常好玩的。好，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扫地游戏。哦，对，扫地游戏这边应该蛮多人都知道了。嗯，这个好久了，非常对，非常好玩的，全破好玩，肌肉快全破，你全破，快了。哦，对，他这一组在这一次 GDC 里面的职业组里面得了音效奖，然后他来的人也是就是音效的那一位，就制作音效。那他是一位华裔的，是新加坡，澳洲人，澳洲人，对，澳洲人，对，他父母是台湾人，然后他很蛮，他那时候在讲感觉的时候还蛮可怜的，因为他已经快哭了，因为他来这边的时候第二天行李就不见了，对。然后好像什么都没了，然后大家领奖的时候好像很复杂，心情非常复杂，到底该笑还是该哭，好像对，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过真的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对，还是值得了，就算是 Xbox 的吧，没有这个跨平台啊，对啊，很多平台都有。对，我们是玩电脑的。那我觉得他们的美术风格、音乐都是非常棒，然后对，动作非常顺。他之前主要是在 Steam 上卖，而且他这个作品其实2010年的时候，还是2011年的时候，他的原型就得过奖，对，所以他们是做更久了，对，真的很久，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不小心陷进去了，就一直玩，好，那应该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游戏大概是这样吧。好 MFB， 不好意思。好，然后就是我们的，就是在这段的感想，就是说，我们还觉得这些过程遇到还不少问题，不过我们团队还算蛮团结的啦，至少在最后的时间都可以大家一起来做东西，虽然有些人在睡觉，然后音乐每次都最早做完就开始睡，对，然后。就大家都还蛮珍惜彼此，然后就是在制作，对，还蛮团结。然后，后面制作那么辛苦，终于得奖，就觉得真终于值得。虽然其实没有很，就是奖金没有很多，其实我们并不在意的。我们在至少，我觉得努力有收获的。将来就会在意。对，将来，对，将来在意。对，好，那还谁？感言吗？每个人都讲。对，我就是感言吧，就是学到很多，对吧？首先要感谢我妈，不是，然后就是对吧？就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因为我跟他们不同班，就是我们在就是学校也是不同班，他们突然找我过来，然后想说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我好像做不来，然后就突然就觉得做完就觉得就是。熬夜就是都有成果，就是
对，也学到很多，原本都不会这些东西，然后就因为这些比赛，然后就觉得就是自己变比较厉害一点，对，然后对学到很多，对，我词穷了。然后其实我本来就是自己有在自己创作歌曲啊，就是做一些自创曲，然后之类作曲作词，然后编曲混音之类，其实自己都包办。那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就是可以接触到就是游戏这一块。那时候我就想说啊，音效这部分怎么办？其实我没有摸索过，但是也是加这个团队，然后自己摸索，那自己也算还算称职的一个音效师这样子。一直睡觉。哪有睡觉啊？对吧？就是学到蛮多的。负责买便当。嗯，我是美术，其实没有画得很好啦，就每次被骂都是我。就是，而且那个要配合程式，有些图都不能太大，就改来改去，然后就很累。也是，可是就是大家团结力量，就是很那种感觉很好，然后就很开心能够和他们一起组这个团队这样。然后就很感谢能有机会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那就是非常感谢，就这样，好，谢谢。